这个游戏是刚刚由小丸子同学发想的，他说每个教练都叫我们要拉单杠，所以教练要背我们拉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有朋友。好像还有 Jeff 在上课，是不是？ Jeff 来， Jeff 来哟。来。上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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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强哦，强哦！啊，接下来换，哦，玉修，玉修，哎，哎，玉修的学生，哎呦，强哦！哎、欸，连挂都没挂上来，哦，好胖啊、哦！酷哎、欸，好胖啊、哦！这故事告诉我们，教练要慎选学生。